你真的以为华天杰会亲你啊？想得美。那你说我怎么办呢？我那么努力做一件事情，想要去忘记他，但我就是没办法控制我自己。我只要看到一点点他跟一菲暧昧的动作，我就受不了。你知道我每天这样跟不同的男人出去，我自己觉得自己有多恶心吗？你以为我想这样吗？我为了忘记他，这么卑微的事情我都做出来了，你觉得我很好受吗？如果你是我的好朋友，你就应该帮我的。我说你干嘛随身好带那个破艺术家做的便宜货？你不懂，我包包里啊最值钱的刚好就是这把梳子。你干嘛拿我东西开玩笑？你神经病啊！我看你才是那个神经病吧，为一个不值钱的破玩意儿把自己搞成这样，你这么做就能博得他的关注了吗？他连瞧都不瞧你一眼。你说我怎么办呢？我那么努力做一件事情，想要去忘记他，但我就是没办法控制我自己。我只要看到一点点他跟一菲暧昧的动作，我就受不了。我为了忘记他，这么卑微的事情我都做出来了，你觉得我很好受吗？如果你是我的好朋友，你就应该帮我的。皇太后吉祥，儿臣给皇太后请安。康杰，皇太后的中气比卡雷拉斯的还充沛嘛，最近身体不错吧？你还记得关心我呀？是康杰吗？问他什么时候回来。我这不是正要问吗？你不要老逼得这么紧。下个月家族聚会轮到我们举办，哎，他不能知道了，知道了，我会跟他说的。哎，两位老人家，你们先听我把话说完好吗？要我回去几次都 OK 的，但是有件事情你们要帮我，而且非你们不可。这儿是我们的仓库区，虽然现在这里空荡荡的，等作品上市之后，这里啊就全都是商品了。哎，小杨，这个假人，我错了，对不起嘛。方逸飞，方逸飞，方逸飞，对不对？我告诉你，段凯，你再叫我小严的话，我们两个就死定了。是老板，我知道了。哼，下一个地方，走。这里呢是我们的杂志区，国内外最新的时尚讯息都在这儿。你多看一看，对你工作有帮助的。这样的衣服可以穿上街的吗？当然啦，来，我给
跟你讲，你看，这个是今年特别火的一个款式。什么东西？你好好了解了解。难道你不知道不可以带陌生男子来到公司里边吗？执行长，我忘了向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新助手段凯。我是段凯，今天第一天到公司。三分钟之后到我办公室来。衣服的领口过高，你是想要勒死人吗？还有裙子的下摆充满了刺绣，你以为树大就是美？想玩中国风却不懂得中国最高的艺术境界是什么？就是流氓。我觉得刺绣是中国元素不可缺少的技巧之一，用在我的裙子。我要我的顾客穿上的是东方人文涵养与古典美学相结合的艺术品。如果是按你这么做，我还不如请他们穿上大红灯笼。批评的话人人都会说，身为执行长就应该有更有建设性的意见吧。你谁啊你？轮到你说了。哎，千万不要和小朋友计较。小朋友逞匹夫之勇对你没有好处，如果想要帮你老板说话，还不如跟他一起加强一下专业知识。还有我告诉你，如果他滚蛋了，你也别想留在这里。还有，把这些图全部给我重新画。执行长，这么远时间根本不够我们完成。别说话了，你说了他也听不见。不是，他太傲慢了，讲话难听就算了，不近人情，完全不能沟通。是老板也不可以这样啊。那你也只有认了，跟他这种人不必要说什么，做我们的就好。会议的资料都带了吧？啊，都准备好了。那我先帮您在办公室怎么走？你往这边走，走到最底，右边那间就是了。好，谢谢。学员们进来走。哇，送花哎，这么大排场。七哥，我们一定要让方逸飞知道，这里是办公室，不是游乐场所。他这么做会破坏公司秩序啊，要不得哎。都是送给方设计师的。这么夸张？哇塞，好浪漫哦。这方设计师有男朋友吗？不知道啊。上班时间，赶快回去工作。哟，这么大排场，是在和谁炫耀？执行长，不是开会去了吗？我去哪儿需要向你汇报吗？没想到啊，设计搞不出名堂，这风花雪月的花招还不错嘛。又不是我叫别人送的，这也能怪我吗？是我送的。
花干嘛？知道这是哪儿吗？这是我的公司。我的公司不欢迎你这种烂人。华天琪，你艺术家的浪漫因子现在都跑到哪里去了？这就叫做制造惊喜，偶尔来一点可以增添情趣。你们是做创意的，不会不懂这个道理吧？你不觉得这些花招很恶心吗？来说说看，她是你追求的第几百个女孩？你是在吃醋我送花给逸飞，还是在眼红逸飞比你受欢迎呢？啊，大艺术家，王逸飞，我警告你，仅此一次，下次为例。七哥，那个叫康杰的故意撇开你，他肯定有鬼。那个烂人从前就喜欢耍猴戏，随他们去吧。要是他让方一飞对付你的话，不行，我一定要看着他。你今天为什么到我公司来啊？我就想问你，你还喜欢华天琪吗？你说什么？你先回答我。怎么没声音了？人呢？怎么不见了？现在你可以告诉我，和我玩什么把戏吧？我想知道你还喜不喜欢华天琪，请你直接回答我好吗？这是什么问题啊？你这个回答说明你现在还在喜欢他。你很无聊哎。你不告诉我，我是不会走的。王逸飞，欢迎。你什么意思啊？我们的办公室离这么近，你不开心吗？你是在监视我吗？我告诉你，方逸飞，现在我是你顶头上司，我说什么你都要做。也许我就是要整你，也许我就是要拿你寻开心。你大小姐脾气可以随时的走掉啊。是挺好玩的啊，幸好我当时甩了你，要不跟你这种男人在一起，肯定是没幸福没未来，死了都没有人爱。你气不死我，华天琪。你不是对漂白水过敏吗？一飞，方一飞，方一飞。不需要你，我一个人就好了。我已经忘了他了，没感觉。那我就能大方的求婚了。求婚？和谁啊？逸飞，嫁给我好吗？石静旗下的杂志和网站办的都很成功，可是近几年，你的服装品牌在经营方面呢，越来越辛苦啊。
所以你选择和夏姿合作，对吗？想要再上一层楼，蹲低脚步也是很重要的呀。那是啊，可是康氏已在欧洲站稳了脚步啊。石静想进入欧洲，如果有康氏的铺路，岂不是事半功倍吗？老康，咱们认识了几十年，这可是你第一次说要跟石静合作，你不可能只是为了我担心吧？还不如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啊，其实啊，康杰想娶逸飞。什么？逸飞，你愿不愿意？不要。为什么？康姐，我告诉你，你要是想玩的话去找别人，我没时间陪你，一个华天琪就够我对付的了。你要是嫁给我，我就可以帮你一起对付华天琪了。什么意思啊？这小两口啊，如果结了婚，康氏呢可以殷勤的方式帮助石静，这样比你和夏姿更稳妥吧。你的意思是想用康杰和逸飞做企业联婚？啊，不光是联姻呢，他俩是从小一起长大，青梅竹马，他们的感情无可否认的。老康，如果你今天告诉我康杰想牵的是逸轩的手，我觉得还有三分可能性，但您现在讲的可是逸飞呢，我觉得他们两个人的性格未免也差太远了。去年康杰不是追过逸飞吗？那件事情怎么看都像是在开玩笑的。康杰这孩子啊，从外表看嬉皮笑脸的没个人样，一旦他认真的说提出结婚，我想他对逸飞绝对是真感情。这样子吧，我觉得年轻人的事情还是要留给年轻人自己去决定，如果他们心意相通，我们这些做父母的费心思张罗，那才有价值啊。我们康氏集团下面有一个子公司叫做奥利公关，你应该知道吧。奥利是你们家的？看来你也蛮了解奥利在广告界中的地位嘛。他控制了全国80%以上杂志的广告代理权，我想这些你也应该知道吧。那这件事跟你求婚有什么关系啊？我已经查过了，华天琪他爸爸的集团最近刚刚代理了某个欧洲品牌的一款车型，想进军中国市场。我们订婚以后，如果华天琪继续找你麻烦，我就可以用你未婚夫的身份让奥利出手，全面封杀这款车型在各大杂志上的所有平面广告。可是他们公司这么大，合约一定早就签了。我可以毁约啊，赔偿毁约金我无所谓，但重点是我敢肯定他们的集团承受不起广告全面被撤被封杀所引发的后果。只要我手中有这张王牌，我就等于掐住了华天琪的脖子。老康，你的心思我明白，我也谢谢你这么看得起我们家逸飞。我这么说吧，如果这件事情逸飞点头的话，我是不会有一个不字的，行吗？好，那就等你的好消息。我不送了。别送。老张，有件事情你得替我去办，你去帮我查一查康氏集团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还有那个康杰，他的状况又怎么样？可是你知道，我和你没有感情，这个我知道，所以我们结婚只是一个幌子而已，这是唯一一个能让你从华天琪的纠缠里彻底脱身的好办法。幌子？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我们要假订婚呢。假订婚？我们做的一切都是演给别人看的。
你说说看，你和我结婚能得到什么好处啊？今天我认为会有很多像你一样自以为是的人会求着买我的作品。好啊，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你的这些东西我全都买了。有没有朋友对一号作品感兴趣的？800万。还记得下午我跟你说过，我有很多自以为是的人求着我买，没想到就是你啊。哎，对了，帮我跟你老爸说一声，老子里边不含实惠。谢谢谢谢谢谢。哎，这位先生，谢谢。我就是想回敬华天齐一年前骗我买下那个破杯子的气罢了。为了华天齐你费这么大的力气，至于吗？反正我这个人呢，向来都是喜欢玩大一点的，不然超无聊的。原来你们男人都这么小肚鸡肠啊。怎么样，现在你可以答应我的求婚了吧？我能答应就简单了，我根本不是方逸飞，树雨熙会点头才有鬼。我答应有什么用啊？我觉得我妈是不会同意我们之间的订婚的。我爸妈会出面搞定的。你爸妈？他们两个现在应该已经去找淑仪了。我爸除了是精明的生意人外，他更是一个有名的谈判高手。什么事？看来你的设计风格和逸飞真的是大不相同。这不是早就知道的事情吗？长着一张一模一样的脸，连个性也是截然不同。你的眼神比较野，比较傲，比较难控制。但是更勇敢，更有韧性，更有生命力，难怪康杰会喜欢你。什么意思啊？康杰跟你求婚了吧？这么大的事你没打算告诉我吗？这有什么好说的呀？不说是因为你不喜欢康杰吗？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他求婚的对象叫做方逸飞，而我是穆小言啊。况且这么荒谬的事情你是不会同意的。你凭什么觉得我不会同意呢？我觉得这件事情挺好的呀。啊？我觉得我妈是不会同意我们之间的订婚的。我爸妈会出面搞定的。你爸妈？他们两个现在应该已经去找淑仪了。我爸除了是精明的生意人外，他更是一个有名的谈判高手。听说康杰的父母去找你，你们之间交换了什么利益啊？你很看不起利益交换吗？农民卖米买衣服，工人织布买粮食，说得好听叫社会分工，其实这就是叫做各取所需的利益交换。这个世界分分秒秒都在交换着，你用劳力交换金钱，他用金钱交换劳力，你每天吃的住的用的喝的都是这么换来的，难道你全部看不起吗？是啊，听起来倒是两厢情愿的买卖，其实根本都是欺骗。我迟早有一天会离开你们这些虚伪的人，回到我自己的人生轨道上面。相信那个时候康杰也知道这一切都是假的。什么是假的？他对你的感情是假的，你吸引他的个性是假的，
你们在一起的时候的笑声是假的，除了方逸飞这三个字之外，你们之间还有什么是假的？我了解康杰，对他来说，女孩子最大的吸引力绝对不是来自于她的姓氏，而是她的个性和她的特质。我不知道你怎么看康杰的，但是他除了有钱有地位，他还非常的有个性。虽然他现在不够成熟，但是他是一个非常聪明又有手腕的孩子，我相信他会是所有女孩子最好的选择。你这么帮康姐说话呀，看来你们一定是成交了一笔大买卖吧。你为什么就觉得我不是真心的为你好呢？我跟你有什么深仇大恨？而且我最欣赏懂得利用机会往上爬的人。换作是我，如果康杰这么喜欢我，我又不讨厌他，我为什么不嫁给他呢？哼，相信我，这不叫出卖爱情，这只是把你的爱情投资在更美好的人身上而已。不过你放心，这件事情我不会逼你，我让你自己考虑，自己做决定。但是我已经把我的立场表得很清楚了。嘉伟应该快回来了吧？尖嘴钳，给我尖嘴钳。苏荷，苏荷，啊，怎么回事呢？一直看表还心神不宁的，有事儿？没有。我要尖嘴钳。还没学好啊？哦，再一会儿，马上就好，马上就好。也真是的，怎么都找不到晚上也肯修水管的工人，找得到你们也用不着搞得满头大汗了。嗨，没事儿，小事儿，你找个工人还不是白花钱？我修修就好。来，柯经理，喝点茶，从台湾带来的。柯经理，这茶不容易买到的，尝尝，味道不错。白先生，嗯，我不是来喝茶的。我们银行呢，一直很重视您这样的客户。可是，可是什么呀？嗯，我听你说了吧，你们是不给客户一点点的喘息机会，对吧？嗯。我们等您还款，已经等了三个月了。本来这催缴文件是用寄的给你，但是我还是决定亲自过来给您说清楚状况。非常了解你们银行这一套，你们是分别在掐我的脖子，对吧？柯经理，你从小职员的时候，我就把业绩交给你来做，你是看着我的事业一点点的做大，我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啊！再给我一点时间行不行？就一点点。我不信任你，就不会你当初要贷款。扩厂买设备的时候，在经理面前大力的担保你，批贷款给你啊！替我担保是吗？替我担保是吗？你是为了你自己的事业，替我担保，你好意思说吗？你进来干嘛来了？啊？不是怕我赖了银行的账吗？我们能不怕吗？
你当初做生意是评估了再评估，而现在都昏了头的，你增资再增资，你以为做大了就能吃下一切？我们能不怕吗？ 咱哥俩呢，就不要再说这些官话了，好不好？一年，只要你给我一年的时间，我一定会东山再起。咱哥俩朋友一场，我希望你不要在这个时候给我落井下石，好不好？爸妈回来了。白先生，文件我给您放下了，那我就先告辞了。 泡了好茶，还要我跟着陪笑脸，结果有用吗？妈，那谁啊？哎，哎呀，工作上的东西没什么可看的，走。 今天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不是让你跟逸轩多聊一会儿吗？爸，你最近怎么了？怎么老是提逸轩啊？我只是前面跟大家去了一下，那个水管修好了没有？那个，我爸爸说还差一个零件，我现在马上去买。不，我送你吧，弄晚了，太危险了。 我爸前头提到逸轩的事儿，其实你说逸轩跟讲座的事情啊？你听到了？不，其实那件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的。我哎呀，我知道，他正好去参加同一个讲座，对吧？你这个人啊，就是太认真了。想一想，这样的活动本来也就是你们这样有身份的人才会参加的。再说了，你跟逸轩从小就认识，送他回家也是很正常的呀。 虽然说我以前老是拿你们俩的事儿开玩笑，可是你不用那么紧张吧？没有误会就好。可是我爸最近不知道怎么了，老是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题，弄得我紧张兮兮的。嘉伟，你最近是不是工作压力太大了？最近负责下资的采购案，可是最近买的材料。 老师要比市场价要贵，外头已经风言风语了。那，这都谁帮你介绍的？我爸给我介绍的。那你就问他就好了。我爸说一份价钱一份货，贵自然有贵的道理。那我能说什么？而且华天齐那边我都不知道怎么交代，他上次已经在众人面前说过我一次了。 你再努力一点，用心去弄清楚贵的道理，然后呢，再解释给华天齐听，不就 OK 了？进来。 这是康氏集团和康姐的调查报告。康姐快死了，你确定这份报告没有出错？我再三核实过，没出错。
回去吧。看来康家这对老狐狸是想给康杰留后。那好，你们那么自私，也别怪我还你们个假女儿。之前送来的皮件都不行，你再去厂商那边挑一些回来，实在挑不到的话就别再跟他们合作了。嗯，胖哥你在这儿啊？你只是他工作中的助理，我是他从小到大一起长大的亲妹妹，你会比我更了解他吗？我的项链呢？你选一条吧。这条吧。你为什么不选这条啊？那个庞总监，那我先去厂商那边了。你先去忙吧。江伟，你怎么了？你受伤了？没事，我摔了一下。这么大人了，还用这么可爱的创可贴？有什么问题吗？啊，没有问题啊。那我先走了。庞德，你上次给我们公关部的杂志稿。你先接吧。干嘛？公主，以后跟姐夫说话可不能这么没大没小的，知道吗？什么姐夫啊？我马上就要当众向逸飞求婚了，欢迎你来一起庆祝。那我先挂了。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什么意思啊？喂，喂，康姐。没有感情，这个我知道啊，所以我们两个结婚只不过是一个幌子而已，这是唯一一个能让你从华天琪的纠缠里彻底脱身的好办法。这件事情我不会逼你，自己考虑，自己做决定，但是我已经把我的立场表得很清楚了，相信我，这不叫出卖爱情，这只是把你的爱情投资在更美好的人身上而已。这样做吗？小严，我去拿了一些布料样本过来，准备好好的研究一下。还真想不到，光是布料就有这么多学问，真是不能小看咱服装产业。还有刚才那个阿姨还和我说，你可不能怠慢呀，你一定得好好的学。你这么努力，做什么呀？我就想快点进入状态嘛。你看，我懂得越多，就越能保护你不受华天琪的气。我可不想再听见他接着骂我来挖苦你了。其实，我想和你商量一件事。什么事？各位亲爱的在下次辛苦工作的同志们，早上好啊！打扰大家工作了，真不好意思。我想请各位同志替我的爱情做个见证。在这间公司里有个魅力独具的女子，让我神往。这小子是谁呀？不要命了？醒着睡着，脑海中总是他的一颦一笑。人在爱情里真的会疯狂，担心爱的太多他会承受不了，爱他少了吧，又怕他会从我身边溜走。康杰，怎么这么会给我找麻烦？面对他，我松也不是，怎么回事呀？一颗心成天七上八下的围着他打转，如果他生气了，我就会紧张；他难过了。我就会不知人呢。如果有人欺负他，人呢？我是绝对不会放过他的。我就是这么一直爱他，守护。广播在什么地方？一楼前台。每个在爱情里的男人，不是疯子就是傻子。不过幸运的是，我没有白白付出，我对爱情的风
对爱情的傻，最终还是得到了回报，我真的很开心。康琪，我心中女神方逸飞终于出现在我的眼前了。漂亮，别停啊，继续练。从前我在想啊，像你这种花花公子怎么可能会有女孩子喜欢，但是今天我明白了，其实你还蛮有内涵的。你今天让我看来感觉更像是一个诗人，非常棒。可是为什么我看到你就那么恶心呢？把这位先生给我请放开。怎么说我也是一位客人，执行长当着众人的面对客人动粗，这是不是不太礼貌啊？好，我们对待客人应该礼貌一点，是吧？下去。只想留